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我们介绍的是两母体比例差的信赖区间。那么，在这边我们只介绍大样本的部分。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有两个母体，母体的比例啊，那么这是 p one，第二个母体的比例叫做 p two，那么我们的点估计呢？ 点估计值是 p one h a d 这是我们习惯的写法，还有 p two h a d 假设已经求好了以后，那么这是大样本的情况之下，我们根据中央极限定理，它这个抽样分配 p one h a d 减掉 p two h a d 的抽样分配是什么呢？是常态分配，它的期望值呢？期望值是 p one 减 p two。 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直接用线性的关系就可以算出来。那么它的变异数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是看到变异数，我们要知道这是相减的。我们如果说把它拉开来的话呢，这个地方负的号会变成加上负一的平方，所以本身来说。 它是一个相加的，那么各位同学要知道，本身这个它的变异数是多少呢？是 n 万分之 p one q one，那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用的是，这叫做样本的。第二个部分的是这个 n two，这边是 p two q two，那么都是 hat，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它的标准差。 的算法就是算出它的平方根就可以了。这边要取一个平方根。那么各位同学，既然知道这是利用的是常态分配，那么信赖区间我们也就不难了。其实按照我们的原则，那么这个地方减掉，这是差比例差减掉，我们这个是查出来的表，再乘上它的，这叫做什么呢？ 综合的一个标准差乘下去，这是减的，左边是减的，右边是加的，其实它的原则都一样，所以信赖区间其实真的还不算很麻烦。我们现在介绍一个信赖区间的例题，那是也是大样本的。我们假设说有北高两市，我们想要去计算拥有自用车的比例。 他们的话的差到底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在什么地方？其实它也隐含着对他们做检定，是否 P one 跟 P two 是一样的。那么现在 P one 跟 P two 基基本上我们不知道点估计量，台北的估计是六成，高雄是五成八，那么差异到底明不明显呢？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信赖区间或者是假设检定都可以计算。那么现在我们来进行的是，呃，信赖区间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先那个 z 值先让各位同学看一下。其实这是用了很多次很多次了。大样本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就是左边。 排除了零点零二五，也就中心是零点四七五，我们抓到了零点四七五的位置。其实这个数值用到太多次了，一点九的六，各位同学一点九六，96, 这个 z 值是一点九六，我们用了非常久非常久，常常用。这个是我们一点九六是这个用法哦，在假设检定里面是用的次数可以说是，大部分的话呢都已经把它用到熟练到。 可以背下来了。好，那现在我们计算综合的标准差。综合的标准差就是刚刚前面我们所导出来的这个综合标准差是开根号 n one 这上面的话呢 p one q one，因为我们不知道 p one 是多少，我们就用 p one hat 来去取代。来，我们计算代进去，第一个是 n 是一百，这是零点六，那这边就是零点四。 第二个是八十，在这边，这是 P two hat 是多少？零点五八，那这边就是零点四二。那么我们把计算机拿出来按一下，这边是零点零二四除以一百，数字还能小没错，但是还是要计算一下。计算完了以后开了一个平方根，我们算出来也不算太小，零点零七四，这是我们的标准差。 有了标准差，有了什么呢？这是 z 值，是不是就可以写出信赖区间了？那么我们现在先把信赖区间的下限先算出来，这下限是减的，这都是现成的，我们都已经算出来的数字。来来我们把它套进去，只有这个 p one hat 减掉 p two hat 算一下，这零点六减掉零点五八，来，我们减一下。 等于零点零二减掉一点九六，这个数字用到很多次，零点零七四是刚刚计算的，我们算出来是负的零点一二五。再来，信赖区间的上限，上限跟下限一样，它左右对称的，所以我们把它改成加的。 我们就直接不要再带这个公式了，我们就直接写了啊。上面这是减的，这就是加的，加出来的结果这是多少呢？零点一六五。我们发现正负，哎，我们的话呢，包括了零了没有？包括了。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两个差异明不明显？不明显。 那么，这就是我们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区间。我们也可以把的答案写出来了。所以，差异其实上来说，很稳定的，几乎都在我们的误差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的话呢，可以得到结论：这个地方这个值，p one 跟 p two 有没有明显的差异呢？没有。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 两个母体比例 p one 跟 p two 它的这个差的信赖区间，其实它的问题啊不算很难。以大样本的来说的话呢，Z 分配来做。那么，综合的母体标准差就是我们各自的标准差的相加。应该说，变异数各自算出来以后相加。 然后加完了以后，再开一个平方根，这是综合后的标准差。那么有的时候啊，为了要保守估计，何为保守呢？这个地方 p 跟 q 我们一律采用的是二分之一。为何如此呢？各位同学要知道，这两个相加永远是一，相乘什么时候会是最大呢？ 只有相等的时候是最大，所以二分之一，二分之一。2, 2, 假设我们把这个用二分之一取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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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值啊，这个的标准差会将会最大。那么它大，这个变大的话呢，本身来说，信赖区间就比较宽。信赖区间越宽，代表的是我们的计算上来说。 较为保守。如果说是我们的信赖区间非常窄，那基本上来说是挑战性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要求就会比较高。那么我们为了要保守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有些问题，我们是以这个来取代，那是最保守的估计了。